大概有印象啊，我刚刚念过马太福音21章，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段落一般写的段落，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十一节，荣耀进耶路撒冷啊，这个是耶稣他来到世上，33岁多的肉体的生命啊，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就是要独自骑着小驴驹，小驴驴驹就是小驴，小驴进入耶路撒冷啊。在这之前，彼得阻止他啊，主啊，不要进去啊。然后主耶稣很生气，就说：“撒旦，就后边去吧啊！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哈。”彼得肯定莫名其妙，我那么爱你，我的老师，我那么爱主耶稣，主耶稣怎么骂我是魔鬼啊？撒旦，对我后边去吧。但是主耶稣他来，他就是要做这个事哈。所以在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大概这个事迹我们很熟。那我们来想个问题，我们来到世界干什么？耶稣来，他知道他干什么，那我们来干什么？传播圣经，然后呢？每个年纪都可以问你自己，你现在在走在主耶稣要我们走的道路上吗？我们可以安然见主，可以吗？那常常问自己哦，卡袂糟心啦吼，卡袂咸着咯，啊，行袂咯，啊，亲像牛啊同款吼，啊，每次都是希望主耶稣来救我们哦，不一定哦，啊，如果我们一直啊，没有达到神要求我们的标准，当然我们的标准都是神按照我们个人在自己的生活条件底下，啊，来要求我们，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哦。我们彼此勉励啊，因为这条路真的，我们要大家互相扶持啊。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的挑战，像20年前，男女的事，大家都很不好意思讲啊。现在，你换男朋友、换女朋友，像换衣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就这样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哦。那我们国家政策又放松，放松有没有？放着零的哦，放到不能再放了哈、哦。还会讨论说同性恋啊、哦，那个啊怎样怎样，那个不是那个天生的、啊，怎么样哦，导入课纲哦，啊，让大家你说哎你怎么歧视？对，明明就不对啊，不对的事硬说成对，哦，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哦，啊，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20年前大家羞于来谈这个事，现在呢你打开手机，你看 YouTube 上面的哦，你就看到年轻人很大方讲啊，我跟人家啪啪啪，我怎样怎样哦怎样哦，好像很光荣的哦。哎，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的子弟就是在这种环境哦，就好像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事件哦，所以我们彼此代祷了。这个环境真的是不容易。那、啊、他准备要进去耶路撒冷，在21章啊、哦，我们来看到、哦。从第二节哦到这个第七节啊、哦，先跟他要用的那一批驴啊、哦，其实有两批啦。啊，你注意看啊、哦，有两批啊，还有妈妈驴、母驴跟那个小驴，驴驹就是小驴，驴呀、啊，跟驴啊，那个小驴跟那个母驴哈、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只驴子不简单的哈、啊。你看到、哦、他主耶稣他准备要去赴死了哈、啊，要荣耀进京。他在死前最荣耀的一刻就是现在。他一生当中哦，被人家哦前呼后拥啊、哦，万民拥戴，就在这个时候啊、哦，真的是像一个王啊、哦。其实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君王，所以写马太福音的这个人啊，他就是写给犹太人看的；路加福音写给外邦人看的。你不是犹太人，你不是希伯来人的人看的，所以那个文笔就不一样。他直接就讲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君王，他来就是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万王之王啊！从这个角度你来去理解在作者笔下的这个耶稣他是什么样的耶稣呢、啊、你看主耶稣厉害哦，
还要一个工具嘛，哈、哦，他就派两个门徒啊，学生没有写名字哦，就对他们讲，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他有没有说你可能会看见一批，或者是大概会看到某些动物，有没有？没有，耶稣讲话从来没有模棱两可，你注意看哦。所以你要体会到说，为什么讲道的人有时候讲话怎么那么绝对？没办法，因为耶稣讲话就是很绝对的，他没有说这样也可以，啊那样也可以，无我大家来参详看卖啦，哦，看大家意思啊，请看，哦，大家欢喜哦，有吗？没有，他说必看见，看见什么？很清楚哦，好像他就在现场哦，在对面那个村子哦，阿美加高利亚呢，还没有去到那边哦，他就说。必看见一批驴，这个在解经上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婚姻也好，哦，事业也好，哦，不管在行行事事顶面啊，你都会相信耶稣必会带我们的路，耶稣必定会看顾我们。你看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安啦，对我就对啦，唔免惊遐咯。哦，因为一定会看见一批鱼，而且呢，那批鱼哦，你看主耶稣多厉害，好像千里眼，他当然他比千里眼更厉害哦。而且呢，绑在那里，拴在那里，绑好好哦，等你来看一照哦，等你们来牵他走哦。还有一个小鱼呢，同在一处，可能他的孩子啦，哦，驴妈妈跟这个小驴哦，你们要解开，牵他到我这里来。那主耶稣哦，他看事情哦，跟我们普通人看事情不一样，他是看前面，他不会就讲前面，没有讲后面。你看他后面又讲了第三节，如果你们在现场有人对你讲什么，讲哎，等下滴滴嘟嘟，哎，错嘛，哎，我奶奶。偷工犁啊，啊无没有问主人就要偷牵我的驴子，可以吗？哦，那个主耶稣先交代了，如果有人对你说什么，你就说主要用他，哦，主耶稣讲话阿撒利哦，有没有很干脆，主要用他啊，讲这句就好了。然后呢，那个人好就会立刻让你们牵了。啊，第四节、第五节啊，他顺便在交代说，这个跟要应验圣经上面所讲的啊，所以耶稣哦，他不只活在历史，而且呢，他可以预见发生的事，而且呢，他所讲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你看，我们就想想看哦，如果耶稣都能够准确预测啊，驴子然后被门徒牵来。然后被耶稣起，那耶稣预测说，将来有世界大战，哦，将来有末日啊，我们要不要信？要不要信？如果我们真的信的话，我们很多观念都会改变。我们最起码我们不会看这个世界看得很重，我们较快归啦。你想想看嘛，我曾经听过一个执事说过嘛，他就说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苦比不上我们离开神的面。你觉得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啊？就是死了也没有得救的盼望哦，什么都没有啊，好气呀，呜呜哀哉哦，啊弄掉啊弄气呀，海了了啊，气了了啊，没有苦比这个离开神的面啊，就是没有得救的盼望，这件事情还是这个世界上第一等痛苦了。最痛苦是这个，什么儿女不孝啦，什么什么被人背叛啦，哦，被人倒位啦，什么的，那个都还像小事，这个才是大事。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啊，哦，主耶稣他竟然能够那么精准的预测，因为他就是主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啊，
你看那个第五节哦，要对西安的居民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哈、哦，他温柔面对他要死的这件事情。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温柔面对我们生活中最大的难题？温柔啦，好、哦，不要在那边骂，不要在那边埋怨，啊、哦，这个很困难哈、哦。主耶稣面对他身上的使命就是温柔以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对不对？但是其中有一个共同使命是什么？把我们的子孙的信仰护好。将咱的子孙的信用过好些，因为你们看过大风大浪，在座大部分的年纪比较大的，大风大浪啊，你要怎么把你可以持守信仰到现在，这个最基本，你最基本的信念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让他们能够温柔以对这个变化莫测、诡谲多变的这个世局。才不会跟着大家呢起起落落啊、哦！大家呢乱七八糟。你看小猪事件，讲啊，这个偶像呢，偶像的对象是不是？如果不是被其中一个大家要好的，而该别坑，该去别坑了，才知道啊，我们崇拜的偶像原来这么行为这么哦。奇烂无比，哎，那么糜烂啊、哦，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啊，它是包装的啊，它是很多赚钱公司的那个产品啊。人靠人，人拜人，本来就不对了哦。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哦，啊、哦，第六节。门徒就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哈、啊。前面就是耶稣讲的话，来，我们看门徒的表现，他们有没有意见？嗯，啊，我简单，我叫不爱去，不要去嘞，我才不要去嘞，我被人家误会，人家说，哎、欸，干嘛偷钱你？啊，那个责任谁要负？哎、欸，他们没有意见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要对耶稣的信心、啊、对圣经神的话的信心。你们刚刚有在读圣经、哦、你们有念出来，其实你没有发现，当你用信心去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耶稣讲话还是在对自己讲话？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应该要有、啊、你对神耶稣的话、哦、只能够百分之百的相信，不要怀疑。人的话你当然要听这样就好啊、哦，因为人好的时候，当然他讲的就好话、啊；万一人不好呢，你又看不到哦，人心隔肚皮。但对耶稣的话，从这个时机，他百分之百会应验的哦。不要怀疑耶稣的话，可以怀疑人的话，跟我一样，他们今天哦，但是对耶稣的话，你要像门徒一样，现在要去冒险犯难去牵驴子的事。门徒呢不是耶稣呢、哦、但是他们拱拱啊走啊，就这样听话，真真实实的。你看第六节这句话就很美哦，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啊。在圣经里面，耶稣叫我们要随手随传啊，叫我们要什么那个登山宝训，我们做了多少哦，啊你去做你就有福气啊，你不做你就看人家承受不起，跟你没有关系啊、哦、这样而已啦啊、哦、聪明的人当然希望被神祝福啊、哦、啊第七节，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啊、哦、这样的待遇啊，有些非洲国家现在哦，他出巡美国啊，有部电影，好莱坞的，他就拍那个非洲的国家，他去美国，哇，那个他的那个他的大臣哦，还要给他铺红地毯，还要撒花啊，是有点像这样的、啊、
哦，真的是让那个王走在云端的感觉哈、哦，很尊贵啊，皇家 royalty 哈、哦，皇家皇室，英国皇室的那种感觉。啊，你有衣服，你在那个现场，那个时候你会把它拿给尊荣的耶稣上面走，请别忘记哦，耶稣其实看起来像乞丐，30岁看起来像50岁的老那个。哎，做操劳的人啊，嗯，因为他历经沧桑。我们睡觉还有那个记忆枕，还有很舒服的枕头，他没有啊，他就石头呢。他自己讲的，他没有猪的窝啊。他有时候用石头，这当做是那个哈，来这样睡觉的哦。所以耶稣他其实活得很辛苦，我们想想看，我们也没有他辛苦。但是众人相信耶稣的人哦，愿意把自己不管是华美的衣服还是你有什么衣服，就放在上面，让耶稣起这个驴驹啊，把这衣服就放在驴驹上面哦，耶稣就骑上去啊、哦、这是奉献的观念啊，你有什么你就奉献给神。那众人都把衣服铺在路上哦，还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让耶稣走过去，有那个尊荣的感觉。其实我们活着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耶稣得荣耀。啊，我相信这样大家都没有意见嘛，就是归荣耀给神。我们的好行为，让人家说，因为他是真耶稣教会的、哦，所以呢，他有这样的好行为，那耶稣就得荣耀。耶稣要的不多，他只要。我们有好行为来见证耶稣而已，这个跟你读多少书，跟你拥有多少的财富、多少地位没有关系。有钱人也可以尊荣耶稣，没有钱的人也可以尊荣耶稣，要用你的诚实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9节。前行后水的众人很多，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两旁都有人，然后路中间，然后让耶稣走，然后大家在那边呼喊：“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小字说“何善那”就是求救的意思，或者称颂，在这边是称颂的意思，称颂这个耶稣这个救恩来了。嗯，那前面讲的那个驴驹或者是母驴哦，那个都是未曾负轭的哦。你如果看旧约圣经就知道，啊，搬约柜都是要用那个曾经没有做过那个啊为人服务的事情，比较避俗的事情的没有，被神用的都是没有残疾的哦。啊，一样的，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在这个第三节他说主要用他，我们再看回去，主要用他一句那么简单的话，他满足就信了。那从第四节第五节其实就是主要是用和平的君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其实这个都可以对照到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在应验当中那里都有应验说，当将来主耶稣他会怎么样荣耀赴死。以赛亚书的62章11节，那比如说有一个拯救者将要来到，啊、哦，耶稣来，他就要拯救我们了、啊。没有耶稣，也没有今天我们大家了啊、哦，没有今天啊，真耶稣教会了、啊，都没有，哦，没有这么好的道理啊。哦、那这边讲的温柔其实是讲柔和啊、哦，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嗯，不顺心的事情我们会遇到，其实要用柔和的心态去面对、啊、要温柔，这个就当成是我们的本分，高兴的去面对，高兴的去做、哦、不要去计较、哦、高兴的去做，像我们当父母一样、哦、孩子怎么样我们都高兴的来面对、哦、因为他是我们的责任、哦、在别人的身上看见我们的责任，然后就门徒遵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
就听话就好了，听耶稣的话啊，听圣经神的话，才会有后面你才会看到神的荣耀了啊。那他们就把那个驴和驴驹牵过来啊。那个第九节前行后损的众人啊，其实这个众人是一个极大的人群，很多人很多人，好像选举造势一样啊。这里马太福音的作者啊，他在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匆匆的一过，不是说刮劲的，吹奏啊刮劲那种走过去，不是哦，他是很荣耀的这样走过去啊。为什么要把衣服铺在那个路上？其实，在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哈。有在介绍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其实你在尊荣耶稣啦。啊，我们活着其实你再多的成就比不上你荣耀神的那一刻啊，应要行啊。想想看，当我们有好表现，当我们有什么好作为的时候，人家提到你是被提到，因为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你想耶稣他会多高兴，神的教会的信徒啊，在荣耀他啊，这是一个非常尊荣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一辈子就是为了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荣耀神。第九节，大家就非常的亢奋啊，高兴和善呐、啊，本来是有求救，再来是称颂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就在属灵信仰，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判断一个人，他讲话他做人有没有前后一致，有没有按照圣经，还是很血气哦，圣经明明讲这样，他讲另外那样哦，人家要行爱心的事他去阻挡啊，这样是不好哦，我们提醒自己啊。那高高在上的和善那这句话，他的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弥赛亚的来临，就是他们从先知书开始一直记载了、哦、弥赛亚书，记载弥赛亚，啊、哦，这个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了，他们一直盼望的那个先知讲的弥赛亚受膏者基督，啊、哦，要来，他本来是天上高高在上的神。第二个，可以参考诗篇148:1-2哈，天使天君都在称颂天上的神，所以啊，我们可以好好赞美神，就好好赞美神。你可以借着诗歌、音乐或者你的行为，好好的赞美神，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的好，这是耶稣喜欢的啦，这是可以加分的啦。这个在我们信仰有很大的帮助了啊。那个在诗篇的113-118篇，那个叫做赞美神的诗篇啊。啊，我们常常赞美神就对了，总比夸口自己好太多了。哦，夸口自己，那个神还会，哦，像那个人。创世纪那时候旧约时代的人啊，想要造一个塔顶通天的巴别塔，这神就讨厌了啊。或者是像大卫哈、啊，神没有叫他数点百姓，他就给老啊，就来数点百姓，还没有夸口完就出事情了、啊，神就用瘟疫击杀70,000多人，还、啊、像那个。你不讲你杀，这句话还没讲完啊，就出事了、哦、就踢下，所以啊，我们彼此勉励了、哦、你与其要夸自己，不如夸神，夸神一定没有犯罪的事的、啊，啊，本来荣耀是归神的，但是我们要想想看看，我们此时此刻的自己。是在做荣耀神的事，还是在做亵渎神的事啊？
十一节，众人就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哎，耶稣这么柔美，这样这么应邀，哦，那这么尊荣啊，耶稣也配的。重点是耶稣配，因为他里里外外啊，前前后后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他的整个为人、他的思想就是这么正，因为他是神啊。但是大家都在赞美的时候，有不和谐的声音了啊。那个在约翰福音有记载了，在约翰福音的19:15哈，法利赛人哈，他看到群众来接耶稣的哈事情哦，他们不高兴啊哈，啊几天后就说除掉耶稣啊，赶除掉，来盖过大战啊。你看有人在赞美耶稣，有人说改好戏好戏啊好戏哎，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一类人？我们看见圣公的发展，我们是心欢喜灵快乐啊，一起同享在主的恩典，还是说哎呀，我啥我那是外头一者哦，更加无讲啊，这样不好哦，这样不好。属神的人，你应该能够体会神的事情啊，大家为神的事情高兴，我们就一起高兴啊。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耶稣没有制止门徒这样称赞他，有的时候耶稣会叫他们安静，不要讲，嘘，有没有？前面马可福音常常有啊，有没有？隐藏的耶稣，马可福音有个主题叫隐藏的耶稣。耶稣他就吩咐说：“哎，不要说，哎你我为你接近嘛大麻风，哎你不要跟人家讲，因为耶稣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没有阻止，表示什么？我们可以大大的荣耀神。我们来想哦，主耶稣在受难周哦，礼拜一做主无花果哦，礼拜二哦在那个圣殿教训百姓，礼拜三啊、哦，祭司长啊、守殿官他们要讨论说要卖主，礼拜四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啊礼拜五被捕受审，啊礼拜六就被放在坟墓里面，啊星期日复活，一个礼拜，很多事情都在21里面出现。等一下我们慢慢看啊，我们看继续看下去，洁净圣殿12。耶稣发脾气的事情，我在圣经里面哦，那个骂法利赛人机会那个就不要讲了，因为他们真的有过坏啊，那个就不要讲了。大概来讲有两次，啊，一次在这里，所以这个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啊，所以就生气了。冰的啊，真的是冰的啊，真的翻桌啊，生气到这种地步啊，难得看到温柔的耶稣这样生气啊。还有另外一次，就是人家阻止小孩子要见耶稣，然后就是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进天国的人要怎样啊？人如果不回到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哦，不是说还有可能进天国哦，就是我们没有像小孩子对耶稣的话哦。羡慕神的话，好像羡慕吃奶一样哦。然后呢，单纯啊，就像门徒一样哦，绝对不可能进神的国。讲得很绝对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耶稣讲话其实不像我们现在世俗人哦，讲话讲得很好听，讲得很漂亮哦，八面玲珑，不会哦。他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就不喜欢。光明和黑暗，耶稣分得非常清楚，黑跟白没有夹杂的地方。对就是对，不对就是啊。好的要喜欢啊，恶的要厌恶，这是耶稣的啊，带给我们后人在读他有关他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在社会上啊，就要像主耶稣说的，驯良如鸽，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因为社会上那么多人，但是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个准则，
不能做的事打死都不能做，不能讲的话打死都不能讲，只是说你如何面对外人。那面对外人跟面对我们信徒又不一样了哦。那主耶稣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哦，我们刚刚有讲他进耶路撒冷的时间是星期日嘛哈，这一天刚好是逾越节。逾越节干什么？家家户户要准备一只羔羊，有没有那一周啊？哦，要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现在主耶稣就是那一只羔羊。以前在旧约，他们是用那个羔羊献祭来怀念神怎么样把他们的祖先从罪恶的埃及拯救到肥美的迦南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那现在到了新约，耶稣要实现，为什么我要你们做这些动作，到底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就是那一只羔羊，要为我们世人的罪啊，因为耶稣流出宝血，舍去他的性命，用完全的爱来包容我们啊，让我们从罪恶先到爱子的国度，就是耶稣的意思了。耶稣，耶稣，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把属他的人从罪恶的世界迁到爱子的国度，他现在就是要完成这个约。以前旧约的那个献祭只是个影儿影子，耶稣来，他的死，他流出宝血，就叫做新约。新约是从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那一刻，生根人定下这个新约，幔子就裂成两半，人就不用再靠大祭司每年献除那个帮我们除罪的那些祭献祭赎罪祭啦素祭啦赎罪祭又叫做馨香祭，叫火祭不用了，那个是每年都要做的耶稣一次的死流出宝血，所有你在旧约所做的动作其实就是指向耶稣他的那死的那一刻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他以无罪代替有罪，本来该死的是强盗头巴拉巴耶稣以无罪代替有罪让神的公义彰显，让魔鬼没有权利说你快点点信家三块信家比我个差但是耶稣说不然我呢，我这么好，我哪里有错，我为什么被你害死讲粗俗的话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大爱，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没有下来没有这么从十字架下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看不管你是献祭什么，所有都是为了成就，都在耶稣他的死旧约很多在讲怎么样献祭怎么样遵守安息日都最终的目的就指向我们要跟耶稣有关系将来能够进天国所以耶稣他选择不是骑那个战马他选择那个驴子他建立我们跟他的国度的关系爱子的国度是什么关系？就是用他的身体舍命流血来破除魔鬼的作为。魔鬼没有在棒伤的啦，没有，他没有肉体，他无时无刻没有在不在看我们信徒，怪因为耶稣的家拜托的，才差掉。魔鬼无时无刻没有在批评，不在批评的，也都在批评啊。你看那个约伯那么好，对不对？魔鬼干什么？他就是打干的啦，行吧，一直捶烂的胖啦
谈判，哎，啊，迄款演讲者也无啊好啊，讲甲遮好听，啊，一点仔迄个性质的款拢无，哦，讲话拢无照圣经做代志嘛无，哦，无照道理，嗯，啊，讲耶稣的囝啦，哦，啊，实在说起来，我们人都带有肉体，都软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靠自己啊。从来没有人说靠自己，我们就现在就是靠这个耶稣，他很勇敢的进入这个荣耀的进程，赴死，他真的要死，他也知道他来就是要死，哎，这个就是这一段我们看到的，我们他走的时间，他走的路线其实都有意思的哦，他没有绕，他直接的面对，啊，那。那他也不逃避，那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勉励？我们很多事情该度掉的，该操练的哦，就是要遇他。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安怎样艰苦。你看看旁边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患难啦，都有啦，哦，啥人无？拢有啦，好，哦，那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用耶稣的爱彼此包容，啊，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嘛。我本来有个见证，我是想要等到礼拜五的晚上聚会的时候再讲啊，因为你们看你们那么辛苦啊，所以先跟你们讲好了啊。我这次去协助桃山教会灵恩会，啊，我手机里面有不说乱讲话的。我，哦，那个苦花加短加倒位了，这么大尾了，啊，加粗了，我没有看过我们原住民部落有这么大只的哦，差不多这么长啊，我的小手背啊，你们看过没有啦？你有你就有问题啊，你在那里看的，啊，比那个我们上次去的那个什么益盛还要大，哦，公认的，我手机里面有了，不乱讲话的了，哦，切半尾，可能半尾就等于医生的那一尾，啊，你就知道多大条哦，啊，我去学。